是 selection 的话，它一定要 return 一个 cursor，因为它是唯独，但是读了你要把一个资料表的查询结果丢回来，放在 cursor 里面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今天是 insert 或者是 delete update，因为它不用 return 了哦，所以特别注意，如果 delete 的话，其实在这里应该就不需要加这个东西。OK，因为你没有 return 嘛，你 delete 就 delete，它也不会 return，它 return 可能 return 一个论文或者 return，所以呢，刚刚有加哈，没有加这边其实是没有关系，但是理论上哦，可能要注意一下哦。如果说这些细节都有顾虑到的话，我想写程式应该是还蛮愉快的经验的，因为都不会有错。其实最怕就是说你只要一个小地方哦卡住之后，你的心情就会被影响。可能一整天你都为了找那个错误啊，找半天，这是我最不喜欢的。所以我为了要避免这种状况发生哈，其实我的习惯是这样，我只要做对，我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，哪怕只是把这个 source 放在云端上面，或者是说我把整个动作再录影一遍哦，都没有关系，反正一定要确保我下一次再做不要再做错误的动作。不然的话，你会发现，你以为你下一次做还是会对，有可能还是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有惯性。OK，所以习惯上哦，你以为你应该下一次做会对，但不见得，真的。而且你会认为说你可能都会记得啊，你的记忆力很好，其实那也未必，因为人的记忆力啊，真的没有那么好了。而且你们现在年轻还可以，但如果到一个年纪的时候啊，恐怕哈。就慢慢会像我刚给各位看那个文章，还是要吃肉多一点，记忆力比较好嘛。我不觉得，但我持反对意见。我发现哦，我从小就有个天分，因为我可能不吃肉，所以我对于这种写程式的部分哦，我感觉好像就是会比别人好像来得轻易一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觉得写这些很简单啊，而且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状况发生。哦，可是对别人来说好像有点困难呢。我后来慢慢才发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哈。所以后来发现，好像我写程式对我来说是很轻易的事情，就慢慢就集中火力在这一部分。因为我发现，我花很少的时间，我可以做好像比别人多很多的事情。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真的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哦。OK 哦，所以其实有时候你要想未来你的发展，应该找你的长处。去努力哦，OK，也许你可以得到那个所谓的，花比较少的力气，得到比较多的成果，哦，可能啊这样的话，你人生就比较多一点时间，可以享受你的人生啊，而不是人生一直都在工作，哦，OK，其实我还蛮希望我常常有多余的时间，像这个时间点哈，应该是要在户外的，而且那个凉风哈，吹过来，感觉哇，真的是舒服。哦，这个时候啊，像我刚刚中午的时候，我也绕一下那个中央大学，哦，其实还蛮多地方真的太漂亮了。那个树啊，哇，至少都100年以上的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？哇，那个树其实在别的地方不见得能够看到这么茂盛，而且长得这么的，这个哈，而且还蛮整齐的哈。OK，好，那再来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修改部分。那修改我是把 delete 拿来直接改成 update，两者之间最大的不一样哦，所以我刚刚把这个 run 一下哦，所以我希望做出来结果就是说我执行它能够删掉，比如我删掉第四笔好了哈，四，然后它能够第一次 run 是 select，输入四之后它帮我把第四笔给删掉，然后再把它查出来，OK 啊，那这样子，那再来我们就是把刚刚的这个 update。delete 改成 update，那我希望做什么呢？比如说呢，跟刚刚程式还蛮像的，差别只有就是说，你要删除把它改成哈，你要修改哪个编号？那我告诉他说我要修改第二笔，他问你说电话要改成什么？哎，特别是 key 不能改哦，你只能改 value 哦，而且是后面的东西，那我要改成02，本来是123嘛，我改成321好了，enter 一下，再帮我查出来。哎，有没有321就 OK 了，啊，所以如果我要做出像类似这样的效果的话，该怎么做？OK，第一个的话可能注意一下哦，一样 input 编号，电话可能要多一个，所以这个是 X，这个是 Y，
我把它这个放 x， 这个放 y， 然后呢修改一下 SQL 语法，所以基本上呢我是拿刚刚的来改，改了哪些地方呢？其实主要改这个地方，多一个 y 啊，你要改的电话，然后本来是 delete 哪个 table， 好吧 ，delete 那个哪一个 table 对，好，然后会有哪一个栏位？那 update 的话呢是 update 一样哪个 table，OK。 但是多一个 set， 所以关键的地方哈、可能就在这里 ，set 电话号码，哎 ，set 其实就修改了哈、所以 set， 在 Java 里面也一样嘛 ，set 嘛 ，get 一堆哈 ，OK， 那电话号码的栏位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本来里面假设啦，我们如果不是变数的话，就02，可能就123吧，改这样子，那因为我要把 y 放进来，所以 做法特别注意哦，就是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，再加号两个移到中间，再一个 y 就可以了，就把 y 串在这个字串的中间，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啊。后面的话呢，空一格，一定要空哦，这个不要不空，因为常常有同学哦，就差这个空白，结果就错误了，哦，有的时候你该空白没空白哦，像刚刚insert into value 后面其实也应该空白，可是。 可能 SQLite 哈，比较有人情味一点，你不空白它没有错，但是我印象中以前在 ACES 就一定错，没有一个空白也不行，所以有些 database 哈，它严格要求没有空白不行，但是有一些会比较有人情味，不然的话你们可以试试看，如果会有不空，好假设了哦，我看看会不会出错，哦有时候也不会刻意说没事把它弄错误哦，只是说因为你们的问题。 有的时候我不像3好了，然后改成02，456变654好了 ，Enter 看会不会错？我只是因为少改了一个少了一个什么，会有前面的空白哦，这样会不会错 ？Enter 理论上会错了哦，不过会不会 SQLite 比较有人情味，它可以让你错了也没有关系。哎，真的耶，所以我发现哈 SQLite 哦。 真的比较有人情味一点，你错了没有关系，理论上一定要有的，以前哦，我光跟那个像 ACES 或 MS SQL， 光它这个地方哦，我可能找了一个下午，都快疯掉了，这个地方居然可以让你过，好 OK， 所以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啦，不要因为说它容许你这样做，你就可以，好 OK， 所以这个地方请特别注意。 把它改一个 update 一下，好，我希望做出就是说，执行，然后改哪个编号，改什么电话，最后把它显示出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。OK， 所以我发现 SQLite 真的有蛮多地方哈，没有空白居然也可以过，好，这个导致可能是一种进步吗？还是，所以 Python 在蛮多地方上面啊，它可能就是。 尽量让你简便一点，所以以前要宣告变数的，现还有宣告变数的形态，这边都完全不用了，然后有一些语法也让它简便一点点，刮胡大刮胡以前写 Java 大刮胡，现在也不用了，连这个 SQL 的那种空白没有，居然也可以对，试一下这个部分 update 的。